科学数据显示，接种新冠疫苗一段时间后，抗体水平会下跌，打第三剂疫苗会加强保护，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。11月11日起，两类人士可优先免费打第三针。第一类是免疫力弱人士，例如癌症病人和器官移植病人，要在打第二针后最少4个星期打第三针。第二类是较高感染风险人士，包括60岁或以上长者和医护，他们打第二针后最少6个月才可以打第三针。市民可按自身情况和意愿选择打科兴或伏必泰，合资格人士可上网预约，在疫苗接种中心攞即日筹，去公立医院接种站或私家诊所打第三针。变异病毒株全球肆虐，特定组别要尽快打第三针，为自己增强防卫。仲未打针的不要再等，快打疫苗保护自己。